来客人，真累。你好，我来吃饭。废话，谁来餐厅不是吃饭？三号桌餐好啦。可以帮我取餐吗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爱拿不拿？吴赫取餐来啦！小燕子穿花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当然可以。小燕子穿花衣，你看我爸爸你。好大的肉饼！先把我给你切小。哇！汉堡你又找到了！当然了吧，你儿子找到了。不算了，就500吧。我有好态度菜那个抵用券，快看有飞碟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好卫生餐厅。好，来吧你。